大货车在路口右转，一辆直行机车停下等待，大货车没有注意到骑士，后轮直接撞倒他，骑士整个人摔倒在地。再看一次，正当大货车要转弯时，疑似内轮差没有注意到骑士，骑士根本反应不及，整个人连人带车被撞倒，货车似乎发现撞到人，赶紧刹车停下。路过的民众见状，纷纷上前查看。 重回事发现场，该路段车流量不多，但车速相当快，一不注意就可能发生危险。意外就发生在5号下午6点半，桃园一名大货车驾驶行经平镇民族路双连一段时，右转没有注意到停等在一旁的女骑士，导致大货车右后轮撞上机车，骑士整个人撞摔倒地，差点就被碾过。重机车骑士只有腿部轻微擦挫伤，驾驶于重机车骑士经酒测均无酒精反应。 再看一次这惊险瞬间，幸好大货车驾驶紧急刹车，才没有碾过女骑士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记者刘志展、黄玉涵，桃园报道。